好，现在我们的新郎已经来到了舞台之上，看他的神情，喜形于色，满怀期待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，有请最美丽的新娘登场，有请。但无所谓，无所谓，总有那一天，它也会有期限。这些年我过得算完美，除了一些夜晚我喝特别的醉，但无所谓，真的无所谓，反正我对你无念。在雨下太重的时候，在独自一人的时候，不要找我，也千万别说想。在今天这个美丽的夜晚，让我们共同祝福这对新人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用一个小小的仪式来共同铭记这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，请二位新人交换订婚戒指。等一下，焦阳，我想了想，比起做月亮女神，我更喜欢做天空中最亮的那颗星。至于你，不管未来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是我心中最耀眼、无可取代的教养。没必要多余的问候，你要会自由，就别连心事都掠夺。我怕会有眼泪滑落，让你又明白什么？但没什么，我没那么脆弱。没什么。下面我宣布，二位准新人的订婚仪式圆满礼成，接下来进入下一个环节，烟火秀。台助理还是婚礼策划，果然是没有他不能胜任的。你说林助理怎么又辞职了呢？焦总也不挽留一下。你怎么知道焦总没留？说不定是人家林助理铁了心要走呢。不过林助理还真是找进了下家。哇，这简直就是所有女人梦中的场景。我结婚的时候也一定要让林助理帮我策划婚礼，场面一定要比这个还要宏大。
记住了，一定要比这个还厚大。你嘀嘀咕咕说什么呢？樱花好看。这样也不找你说。骄阳，祝你幸福。这就是你我的终点，也是起点。希望你跟着烟花一样，进行你的人生。我真羡慕骄阳啊，台上有家人作伴，台下还有人为他落泪，他们真的般配，对吗？一样的骄傲自我，一样的弱不禁风，像两株从小在温室里长大的无知花草，一旦有风雨来袭，除了躲在大树底下寻求庇护，没有其他办法。苏成君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和跳梁小丑有什么分别？你要是个男人，生意场上你和骄阳可以面对面挑战，在女人身上找成就感，这算什么能耐？啊，对了，你说错了，他不是温室里的花花草草，他是八月里最炙热的骄阳，而且遇到他是我今生最幸福的事情。林淼，为什么你总是要无视我对你的心意呢？你放心，无论是情场还是商场，会让他输得一无所有。我以为你已经走了。我跟丽舍道个别。林淼，你真残忍。你来跟丽舍道别，绝不敢跟我好好说一句再见。骄阳，再见。谢谢你的成全，请你一定要幸福。你放心，我会忘了你，然后兑现对小圆的承诺。所以你不用愧疚，开开心心，毫无牵挂地回到属于你的世界吧。赵董，都找了，没有啊。骄阳，赵伯伯，您怎么来了？小妍不见了。啊。小妍电话打不通，整个丽舍找不到了。你给严星打一个，他今天一天都陪着赵总监，说不定他知道些什么。也打不通。请问是焦先生和林小姐吧？赵小姐走之前让我把这个交给你，她让您看一下。
赵总监，你都决定好了？当然了，别废话，麻利个。不后悔？不后悔。好，我的公主，今天我就是您的骑士。哎，等等，订婚之夜协助准新娘逃跑这么大的事儿，为什么你不害怕，而且还不意外？赵总监，我说过，只要你快乐，我就会支持你所有的决定。走吧。乔阳，你还记得小的时候，我特别喜欢收藏糖纸吗？每一次你帮我找到我喜欢的糖纸，我都会特别开心。其实我开心的不是因为糖纸，而是因为你。洋洋哥哥，一直以来我都以为嫁给你会是我人生的终点，但是直到昨天我才突然间明白，曾经喜欢收藏糖纸的那个小女孩和小男孩都已经长大了，不知不觉都走上了两条不同的路。两个哥，谢谢你为我准备了这场最完美的订婚典礼，但是对不起，你已经不再是我的终点了。这是我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，答应我，好好对林助理，你们俩一定要幸福。当然了，我会比你们更幸福的哦。拜拜。好了，我说。这个是给你的。给我？嗯。林助理，丫鬟很漂亮，我很喜欢。你说对，本小姐还是适合做天空中最亮的那颗星。我不是认输哦，只是去寻找属于我的更广阔的天空。希望我回来以后，我们两个可以做真正的好朋友。记住，不要辜负我送给你的回礼。小燕，你怎么这么傻，这么善良？我走了。你真的走了？你就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？赵总监，一个人在外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，按时吃饭，早睡早起，住酒店一定要住有安全的星级酒店，晚上十点前一定要赶紧回家，实在不开心想去酒吧的时候就喝一罐可乐。
等你回来，我陪你一醉方休。是你不知道，骄阳是我喜欢了有20年的人，但是几天我居然放弃他了。我现在似乎才明白，喜欢人是一个人的事情，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，即使说得不到回应，可能是因为在爱情里，爱情根本就没有什么公平可言。但是从现在起，我要做一个披荆斩棘、无所不能的女英雄，直到我遇见那个可以托付终生的人，再做回连平嘎都拧不开的小公主。赵总监，不开心的时候就喝一罐可乐吧。陪在我身边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不会离开我。袁熙，你一定要等我回来。一定，一定。对了，那个。以后老叫我赵总监。叫小严，听明白吗？小严，傻呀！好了，我走了。小严，我等你回来，多久都可以，你一定要回来。爸，照顾我。你还有脸站在这儿？你现在马上去机场把小林给我追回来。董事长，你也别太为难焦阳了。说到底，都是我把小杨给娇惯坏了。这件事最大的错在他身上。老赵，你就别替焦阳说好话了。这事儿是我们老焦家对不起你和小林。你放心，这事儿我一定要给你个交代。照顾我，小严转给我代持的股份，我可以还给你。股份的事情是小严的决定，我尊重。更何况他现在人都已经走了，一时半会儿也转不回来，就先把他交给你吧。这样你在宏宇做事也会舒服些。公事是公事，别和私情搅和在一起。我的承诺依旧有效。
老赵，你这个样，让我该说什么好呢？我们的交情不用客气。您明天就要出国了，早点休息吧。我先回去了，亲戚朋友那边，我还要去解释些事。爸，对不起。老赵今天这番话，已经是仁至义尽。假如他日后还念及以前和我的交情，想要帮你，你也不能做太多过分的奢望。骄阳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明白。坐吧。林淼，说实话，我是不是很无能？我爸照顾我，小严，还有你，所有人都在为了我而努力，挣扎还有妥协，但是只有我一个人站在原地，进也不对，退也不对，到最后还是辜负了大家的期望。这也不能怪你，你也只是被动接受的一方。站在你的立场上，你除了保护红宇，也没有别的出路。我理解你。其实我拼尽全力去守护了世界里的一切，但是我最想守护的是你。小心，赶紧回去吧，这个点路上堵得很，一会别迟到了。我待会儿坐地铁回去，不会迟到。我在陪您待会儿。你这平时一个月都想不起来回来看我一眼的人，现在倒装起孝子贤孙了。我说怕，我装一时，您受用一时。您要是实在看不上我，觉得我烦的话，那到时候我亲自给您介绍一门亲事。你回头给我生几个弟弟妹妹陪我玩。臭小子，别给我没大没小的。好了吧，您答应我一定要养好身体，等这边宏宇的情况稍微好转一点，我再去看你。宏宇集团现在正是敏感时期，我却临阵脱逃了。儿子，别怪爸爸。怕你说什么，不能怪你。也许你和宏宇会走上一段很难的日子，但是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得很好。红宇早晚都要更新换代，与其被动地等待难题，就不如主动地迎接挑战。红宇的未来就全靠你了。臭小子，以后的路就要自己走了，跌倒了可别喊疼。好，走吧。
想来就来，向你走是吧？董事长登基之前给我打了电话，我想。我不同意。焦阳，虽然你手中已经有了赵总监的股份，可是如果公司其他股东集结在一起，你依然会受到威胁。现在是紧要关头，所以我想回来，我们一起面对宏宇的难关，到时候我再走好吗？这件事情我一个人就行了，不需要你帮忙。你怎么还不明白呢？之前我选择了一次不告而别，这次我想陪在你身边。焦总，林助理，所以你们是真的？现在在上海破镜重圆，对不对？这剧情我喜欢。我们没有复合。我真的猜对了。那天晚上我就看着你们不对劲，哪有老板对辞职的员工说我不会忘了你？还有林助理，您看焦总那眼神，明明是爱得欲罢不能，却还是要清醒你。你别说了，丁丁。焦总和赵总监的订婚刚刚出了问题，如果这个时候传出来我和焦总在一起的消息，我怕公司人会想多，所以请你保密好吗？放心吧，绝对保守秘密。林淼，你跟我说过只要我当上总裁你就能回去，是不是真的？不管我走不走，你都要当上总裁啊。那你到底会不会回去？看你表现了。啊？什么？看我表现？怎么突然要开会？这么着急就宣布我当总裁助理吗？大家好。哎，林淼，坐吧。哎，林助理，这个是那个定项目书。林助理复职了？对。大家先看一下手里面的项目书啊，明天上午10点前提各自的想法和意见，有什么相关的资源或者团队呢，也尽快的联系起来。无限加概念升级，太阳能一体化生态技术。对，这是林助理之前跟我提的想法，也是我们目前的重点工作。准备策划期间呢，英俊还是负责市场调研，蒋柔负责文案撰写，丁丁负责美化。哎呀，真讨厌，一次发太多糖了。丁丁，怎么了？你不觉得这一幕很甜吗？甜？啊，我是说，林助理回来真是太好了，我们欢迎林助理回来。啊，行吧，任务分配完了，下班。林助理，我有些事要找你单独聊一下。哦。啊，你们忙你们忙，别担心，我不会收拾起的。行行。这几个地方的确有些不妥当，我回去就改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下班了。你去哪儿啊？回家。别跟我说是揪你的家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问题吗？你明知道现在这个期间是我表现的考察期，在这个期间你觉得你和另外一个男人亲密的住在一起合适吗？啊，你也知道现在是你表现的考察期啊，那我自然有权利回哪里去都可以了。你好，别太过分了。哎，对了，我有说过我要去张丽家吗？
咱们把话说前面啊，这可是本总裁第一次做饭，多少给点面子，是吧？咋样？什么表情啊？啊，诚意可嘉。什么叫诚意可嘉？意思是不好吃是吗？不是，跟品味啊，怎么就成瘾了？不过我倒是觉得你在做饭这方面啊，很特别，这个味道一吃就知道是焦氏私房菜的味道。啊，对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人的味觉记忆是大脑记忆的500多倍。我以前一直以为啊是什么美食博主胡说八道的，但是没想到今天这顿饭我居然吃出了家的味道。那你是在变相跟我表白？我可没有跟你表白，我这是在夸赞你的厨艺。说真的，小杨，你要是当不上总裁，可以考虑考虑去当大厨，我觉得应该也挺会有前途的。说什么呢？怎么就当不上总裁了？我一定能当上总裁，让你们所有人都刮目相看。但是，我当上总裁之后，你要是再莫名其妙玩失踪，那咱们就翻脸。哎，有些人还在观察期啊，说话注意态度啊。对，林助理，你说什么倒是。林助理，您吃饱了吗？啊，对，您还没吃两口，要不这样吧，林助理。您尝尝这个汤，这是我特意为你精心熬制的汤。别别别别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。对不起啊，我再盛一碗去。我来，我再给你打一碗，待会儿我来收拾，您吃。我看不清了，为什么？今天召集大家主要是代表董事长宣布一项决议，在其出国手术疗养期间任命焦阳为代理总裁，代替董事长全权处理公司的一切事务。现在开始投票表决。焦总最近一系列的表现实在令人担忧，他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扛起宏宇的大旗？是啊是啊，佳阳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请各位先看一下手中的项目书。这不是无限加吗？我们进行了概念升级，除了加概念之外，无限二字也将成为我们理念的主打。为此，我们引进了太阳能一体化生态技术，打造绿色住家理念，实现真正的节能环保。曹总，你在这方面有经验，您觉得这份计划书靠谱吗？
有焦总背书自然是靠谱的，就算是不靠谱，天塌了还有董事长顶住。曹董，我自己会为我做的任何事情负责。焦总如果想好了，我同意。既然各位董事没有异议，那么接下来宏宇将积极筹备总裁就任仪式。曹董，你怎么会投赞成票呢？博弈的乐趣就在于有来有回，越难对付的敌人，战胜他才越有成就感。中间以后法律方面的事务就拜托贵所了。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宋总经理，请。赵总，小苏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代表中青来签法律顾问合同的。哦，这样，我差点误会了。否则赵总以为我来干什么？没什么，是我想多了。小苏，你这么年轻有为，要是董事长夫人看到，是我失言了。那既然是正事，那我就不打扰。大家都准备好了吗？嗯。三、二、一。恭喜张总荣升总裁！低调啊，低调，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，干嘛这么兴师动众啊？对不对？张总，以您如今尊贵的身份，一个特助怎么够呢？您不考虑再找一个吗？蒋荣，你就别痴心妄想了，焦总有林助理一个就够了。什么叫做有林助理一个就够了？总要有人帮他的嘛。再说了，我就是想涨点工资购买几支口红，怎么了？对了，焦总，您的总裁就任仪式什么时候举办呀？这可是咱们总裁办的头等大事，咱们得多花点时间来准备。就任仪式这个事儿呢，就交给林助理全权负责了。林助理稍后给你们分配任务。林助理，跟我来一下。不愧是我粉的 CP， 连走路都这么默契。焦阳，你带我来的这什么地方啊？佳阳，怎么了？哦，刚刚眼睛有点看不见了。没事吧？啊，没事儿。可能是刚才蒙了太久了。哦，这是画廊啊，你带我来画廊做什么？